我觉得这算，我喜欢剥那个脱皮，就是如果夏天晒脱皮，我喜欢帮人家剥那个皮。我喜欢闻我们家狗的脚蹼，什么味道？对啊，迷人的味道。我喜欢睡在沙发上。你老人吗？我在沙发上很舒服哎。Louis V. Chanel Alexander Wang。衣柜必备哇啊！衣柜很难，帽子、棒球帽、bra top， 因为我不喜欢穿内衣，拖鞋，对，拖鞋在衣柜，拖鞋，抱着我家狗，我没什么想做事，去外面撒钱，把赚的钱都送给大家，可能签给我现在的经纪人吧。以前的工作都是活着比较开心快乐的日子，可是我现在的这个经纪人推着我往前走，跨年要留下来啊，你什么时候不能出国啊，你不能排吃饭啊，你要考好的工作，可是我觉得都是好的，只是会觉得哇，因为我一直都是属于开心过日子的人，所以当我签给我现在这个经纪人，然后过着不一样生活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哇，自己好像有点疯狂，有点超出以往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，幸福的疯狂。